最快放一便携式打印机，一只手就能完成全部操作。先用手机连上打印机，然后选择需要打印的素材，拿起它在需要打印的物体上移动一下，就可以完成打印。不仅能在纸张上打印，无论是墙壁、玻璃，甚至各种布料表面，都能满足你 DIY 的愿望。最快放一便携式打印机，一只手就能完成全部操作。先用手机连上打印机，然后选择需要打印的素材，拿起它在需要打印的物体上移动一下，就可以完成打印。不仅能在纸张上打印，无论是墙壁、玻璃，甚至各种布料表面，都能满足你 DIY 的愿望。最快放一便携式打印机，一只手就能完成全部操作。先用手机连上打印机，然后选择需要打印的素材，拿起它在需要打印的物体上移动一下，就可以完成打印。不仅能在纸张上打印，无论是墙壁、玻璃，甚至各种布料表面，都能满足你 DIY 的愿望。最快放一便携式打印机，一只手就能完成全部操作。先用手机连上打印机，然后选择需要打印的素材，拿起它在需要。抖音。